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兄弟相拥，创世纪33:4，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当雅各终于回归故里的时候，因神丰盛的恩典，以扫忘记了对雅各的仇恨，兄弟二人拥抱在一起。神是使人和好的神，他解除了兄弟一切的恩怨情仇，使他们拥抱在一起。耶稣基督到地上来，就是为了完成和好的工作。主啊，在时间里，你使以扫放下仇恨，与兄弟相拥在一起。今天的世界，战火纷飞，弟兄相残的悲剧一直在上演。因为不能与神和好，弟兄间就永远无法和睦相爱。满有怜悯的天父阿爸，你让我在耶稣基督里看到和平的君王主耶稣降世为人，就是要使人与神和好，从而能够人与人和好。你使以扫、雅各兄弟俩相拥抱在一起，也必使人和神、人和人之间永久相亲相爱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祷告，阿们。